这个小孩是不是共产党的小孩？你还不如直接问我是不是共产党。你说山鹰他会不会过来？如果山鹰和孟获一起来，那就说明图一定是找到了。山鹰，开枪了！如果什么东西都让你想到了，我们还至于像今天这样吗？要学会承受失败，不要一遇到挫折就像个女人一样羞愧，是没有出息的。 把图给我，小夏先过来，否则我烧了图。抓起来。 离开屋子的时候，他还好好的。可是我一回来，他就变成这样了。原来有没有心脏病、高血压之类的病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他不能死，他对我们非常重要。他好像中毒了。中毒？感觉像中药。中药？对，他一定是吃了中药，医生，你赶快救救他。可我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中药。 早就知道是假的，大总，既然早就知道是假的，还和你们浪费什么时间？不如有些戏必须得成，否则怎么会精彩？接下来才是好戏的开始。 真图在哪里？我儿子在哪儿？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把小天带过来。小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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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
我儿子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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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佐，不知道中午装车的时候还是小天呢？你确定没有人接触过小天？是不是你亲自把小天送上车的？是。 上车之后就装箱了吗？是。有没有离开过？没有。大佐，千真万确把小天送上车，然后装车的。我儿子呢？我儿子呢？孟红，你不把真图给我，我就打死他！不能告诉他！我数到三，你不交出来，我就开枪！开枪！一。 二，不能跟他说。沈英，开枪！开呀！住手！王八蛋！畜生！王八蛋！滚！我说，我说，不能告诉他呀。在哪儿？不能说，不能跟他说。孟红，在你们抓我的那片树林。孟红，你为什么不去拿？你们那儿有人监视。 我如果去拿了，容易被你们发现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要是不相信，就杀了我们。白露，等等，我有一个要求。我把如沙给你，你必须答应我，把孩子们都放了。 说，你给沈元君吃的什么药？出什么事了？到底给他吃的是什么药？中药啊，保肝护胃的中药。那他为什么会中毒？中毒？快说！没有可能会中毒的呀。太君，有话好好说。您先把枪放下。闭嘴！日本人跑到这来逞什么凶？这也太狂了！都给我闭嘴！你干什么？太狂了你！太狂了你！干嘛？ 走，我给你去看看。就是这儿了。孟红，你要是告诉他们我们一样是死，你可想清楚了。 南木，你说过的话你不要忘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由不得你。来，走。你个骗子，说话不算数！个王八蛋。 Thank you.
就埋这儿，到时候我们肯定用得到。不是，你是想不过彩刀了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放心，我有办法。快点，我们只能见机行事。到时候看看，是否有贵人相助。贵人，我们要参加行动，说吧，你要我们怎么配合？妮娜，你不担心我拿图纸去换小天了？如果你真的这么干的话，那我更要跟着你了。好，你们还记得图纸藏的那片树林吗？记得。到时候你们在东边等着，炸弹一炸，你们就先去救山鹰。保证完成任务。 想你了呗！胡说什么呢？赶紧去掩护木工。 吃了多少？好像全吃了。全吃了。
现在怎么样了？你是谁？史源就是吃了他的药中的毒。你给他吃的什么药？现在血压多少？你是什么人？你有什么权利？你到底给他吃了什么药？你给我出去！你有什么权利在这里指手画脚？先救人要紧。他是我的病人，要救也是我来救。你连他中的什么毒都不知道，你怎么救？他到底中了什么毒？藏茄。藏茄是什么？你为什么给他药里下毒？你是想要先救人呢，还是想要知道答案？哦，加阿的药给他注射了吗？静脉注射了15毫克的硝普钠。把鼻杵，这个能解毒。藏茄中含有的成分跟阿托品相当，要解阿托品的毒就得用这个。哦，对对对。麻烦你让一下。去拿酒精和纱布，我去拿热水。快，快点，快呀！伤太重了，快点，得赶紧送医院，这样不行。不能去医院，太危险了。我去找王琦吧，快快快快去，走走吧。把我当子弹呢？啊！在监狱的时候，你不是替我挡过一枪？我替你挡枪那是应该的，我答应过你爹一定要保护好你的。可你现在这，你这样我怎么弄啊？你别动，别说话，我回去去找大夫了，坚持一下啊！你忍一忍。病人的血压已经平稳了，高压127，低压79。谢谢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早就预谋好的。今天我大日本皇军的连队被丢尽了，在我的手上被丢尽。还有那个小天，连一个孩子你都看不住，你还是我大日本天皇的特工。嗯，对不起大佐，属下无能。大佐阁下，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杨子小姐，可能小天是被我们内部人带走的。内部人？谁？中午我看到水源打听小天的消息。大佐，请不要靠近。请问刚才那个小孩子是谁啊？当时杨子小姐在场。是的，中午确实有人来打听过，佐藤君跟他在一起。水源，这怎么可能？来人，大佐，把水源给我带过来。报告大佐，水源被佐藤少佐送到医院去了。终于又见到你了，真是太好了。石原君，你好点了吗？啊，没事了，谢谢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在医院，是王医生和吉田医生救了你。啊，谢谢，谢谢了。啊。
我能跟王医生单独说会儿话吗？好的。小孩上了一辆卡车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对不起。一会儿他们要是问起关于孩子的事情，你就实话实说。啊。对不起，水原先生，我不能跟一名日本人交往。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谢谢大佐的关心。图画的怎么样？快了。那你告诉我，中午看见的孩子，你把他藏哪儿了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。没有？那你为什么要去打听那个孩子？谁让你打听的？我不知道。知道吗？告诉我，谁让你打听的？是谁？是我让他去打听的。警备队的王医生。南木大佐。带回宪兵队。嗨。是听虎子说的，他说你还没有出城。是啊，戒严了，出不去。我来找你，是因为青青为了救山鹰受伤了，我们现在又去不了医院，能不能请王琦过去一趟？王琦？啊。哎呀，他一个警备队的医生突然出城，是不是有点太唐突？尤其是你们一战之后。可是现在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，青青伤得很严重，现在危在旦夕。那就让虎子通知王琦去吧。好，小九，你去找虎子，让他通知王琦，马上到老邓这来一趟，赶快去。嗯。你不是说那些中药没有问题吗？是的，宪兵队的医生检查过，说只是普通的中药，所以你就给了水原。水原君以死相逼，说不给他，他就不画图，而且什么？而且他说，王医生给的药，就算是毒药他也喝。医生的确是魅力非凡。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把这些药给水源？
史元先生经常喝酒，我那些药是让他保肝护胃的，大佐可以调查。嗯，可是水源为什么会中毒？而且你一来就解了他的毒，很明显你想接近他，而目的就是为了打探孩子的下落。你怎么那么关心那个孩子呢？我想答案只有一个，因为你和孩子的父母是同党。大佐先生，我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回答吗？淡定又从容。好，我就听一听你的解释。说，你为什么要帮他？不要逼我。你想干什么？就不敢杀我？难不大佐还需要我的毒？我是不敢杀你，但是我会折磨你，一刀一刀的把你划开，像做糖醋桂鱼一样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很疼的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快说！我说，我说，就是因为他救了我，然后无微不至的关怀我，让我感觉到无比的温暖。说重点。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，而且他也是一个孤儿，他就是想帮助那些失散的家庭找到失散的孩子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，所以我就帮他去打听了。所以你就告诉他你找到了孩子？一会儿他们要是问起关于孩子的事情，你就实话实说。没有没有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，你们就来了。那个丢的小孩是不是你偷的？我没偷，不是我干的。我要偷那个小孩干什么？大佐先生一定知道是药三分毒，而且中药中很多药材有着不小的毒性，但却有着极好的疗效。水源先生中的毒叫藏茄，它主胃经，可以清热解毒，缓解慢性胃炎。水源先生经常喝酒，肝胃一定有问题，所以我加入了这一味药，让他一日一服。可是我听说水源是吃了全部的药。我特别叮嘱过他一日一服，吃多了一定会有不适。当时佐藤先生也在。是的。大哥，今天这一劫啊，算是熬过的。咦，大哥，你那八字多好呀，那必须没问题呀，是吧？队长，队长啊，王医生被日本人给抓走了。什么？哪个日本人？就是那个佐藤，他还拿枪对着王医生。我劝他别激动，可他差点还对我开枪。就在医务室，他对天花板开了三枪，然后王医生就被带走了。你们都是死人吗？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，让日本人就这么欺负我们的人，你们就这么看着啊？好你个小日本人，兄弟们给你们当枪使当炮灰，你们他妈的就这么对我们？都给我听好了。大哥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冲动啊。大哥，冲动？我要把我的女人给要回来。现在我们去宪兵队把王医生给我接回来，敢不敢？敢敢敢！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吃那么多的药？是想畏罪自杀吗？我
我就是想去见王玉仙。你撒谎！哦，我说的是实话。那天，我让佐藤带我去见王玉仙，他不让我去见。就想，若吃了王玉仙的药，肚子痛的话，佐藤就会让王玉仙来救我的。你这个骗子，药是用来治病的。 是王玉仙叮嘱我一天只能吃一包的，吃多了就会出问题的。我就是喜欢王玉仙想去见他，简直是邪呀！你要相信我。大哥，就这么多人一睹宪兵队的门啊，这事就大了。我就是要把事情弄大，不是大哥，你真准备跟日本人拼啊？我能拼得过吗？我就是要让老百姓看看，我罗景明不是实打实的汉奸，我是有骨气的。再说，如果以后…… 小日本败了，有今天这么一出，在老百姓面前，我们也算和日本人干过，尤其在共产党那边管用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可真鸡贼啊！还有，如果今天这种情况，我还在这装傻不吭气儿，那手下那些弟兄会怎么看我？我还怎么带他们？对。 太对了，必须爷们儿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还有啊，要是想把王医生追到手，这时候就必须在他面前把阵势给弄大，要让他知道，为了他，我什么事情都敢做。这比送他金银珠宝管用得多。大哥，就这么一会儿，你这脑子里面想这么多东西。 你吧，你不当县长，可惜了。真会聊天。行了，一会儿随机应变。哎，现在我来回答你第二个问题。首先，我不认识那个小孩，我只是觉得。 孩子与父母分离，是世界上最大的伤痛，所以。可是这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我就是个孤儿，从小父母就被军阀带走了，所以我知道这种感觉。啊，原来你是出于同情心。 你在说谎！如果你不是一个共产党，你怎么会知道我这里还关着一个共产党的孩子？我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小孩，我只是听说警备队有个孩子失踪了，所有人都在调查，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让水原帮我打听一下，给大佐添麻烦了。 我不相信山鹰会拿真的图纸来，所以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得准备一个假的小天。继续。我会去找一个和小天身材相符的中国男孩，在刚开始拿这个来对付他们。看来，王医生的同情心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医生的范畴。如果医生没有同情心，如何将病人的安危当做自己的安危？说得好。 不过，据我所知，共产党就有足够的同情心。大佐，警备队堵在门口，跟我们要人。现在，对，罗景明就在楼下。
王医生，看来这也是因为你。大佐，水源招了。招了？嗯。他为什么吃那么多药？他说吃了药有副作用，这样就可以看见王琦，因为他喜欢王琦。这个蠢货。王琦为什么要打听小天呢？今天警备队接到报案，说有人孩子丢了。可我总觉得这个女人不一般，一个医生那么的淡定，一点也不惊慌，八成是个共产党。小德军，在。把这个王琦放走之后，调查一下他。哎，可是大佐，我们真的放了那个女的。你听一听外面的声音，你就知道这个女人在警备队的影响力了。难道我们还怕她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想看一看这个女人背后还能不能摸到什么大鱼，顺便安抚一下警备队。毕竟养狗还得哄着她。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我们是来接人的。王医生要是不回来的话，咱们那些受伤的弟兄谁负责啊？你负责吗？啊，是不是兄弟们？是。罗队长带这么多人来堵我的大门，这是想造反？大佐阁下，造反不敢，在下今天过来就是想跟您讨个说法，评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啊？要带这么多人？我这帮兄弟就算我不带了，那么早晚有一天也会被大佐阁下的人一个一个的给抓过来。那不如今天我全给带来。你指的是王医生吗？没错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一个医生罗队长就会带这么多的人来堵我的大门，没这么简单吗？他身上有什么东西会让罗队长这么的拼命？因为她是我的女人，是我正在追求的女人，是我身后这帮兄弟未来的大嫂。王医生，你笑什么？我笑罗队长愚蠢。他愚蠢吗？愚蠢。但作为中国人，他又是可爱的。南木大佐，我相信如果您的媳妇儿被人给抓了，那你手下这帮兄弟肯定第一个就上。罗景明，我现在就毙了。你这不是造反是什么？大佐阁下，您可以看看，我这帮兄弟可是没带着枪，您见过赤手空拳来造反的吗？再看看你们的人，你们总是说大家是一家人，可是有这么对待自家人的吗？小道君，刚刚就在一个小时以前，我们所有的人都为大佐阁下冲锋陷阵，伤的伤，死的死，可是回到家之后连个治病的医生都给你们抓了，你们谁通知过我们？
自家人，这也太不见外了吧！大佐先生，我看着兄弟们受伤了，没人给医治，大嫂被人欺负，您教教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是不是该到这儿跟您讨个说法？兄弟们，给个说法，是不是？ 如果这个王医生我不放呢，那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儿，在下就不知道了。 来时的路，我依然等着你。